好，这是我们罗伊的生命的第一场滑溜梯的这个挑战。明天是他的生日，对，他的母亲陪伴着他挑战这个将近200公尺高的自由落体的滑溜梯。预备，开始。淡定哦。所以你有什么感想？淡定。马歇尔。Again. 好，再一次。这他们就是在干嘛？你家台上。好，再一次。不相信事情是那么的。那个不要用吗？容易会不会太刺眼？好，再一次哦，换一个角度。5、4，罗伊挥挥手，3、2、1。有效吗？好，拜拜。